你们在说季初跟季末啊，等一下季中也在那边哀哀叫。来看看他想怎么抓，我们先上楼吧。上楼可以耍监管。女女啊，嘿嘿嘿嘿嘿嘿，爽！哪里搞搞？嘿嘿嘿嘿！哎，那没晕到啊？怎么那么多、啊？有地下室、欸。哇，这卡到了，游太快！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 我还好，他自己出刀出的快了，这个。哎、欸，刚才那个角度怎么会卡着水汽啊？不明白。完了，我被逼回去地下室，走错位置了。哇，去！他有预判了一下，但是，哎，那边大水汽啊，喂。不挂，还好啦，那这一波不亏。这机子很慢欸，是谁的没修掉啊？前锋吗？怎么会撞到？哎，乱七八糟！现在鱼女那个判定变广了，是不是？哦！哇，你还真敢撞啊你啊！可以。拉不了那么远呐、啊！没事，这边 OK 的。啊！干，你为什么走出来这里呀、啊？我去！可以。干，我就不信这样你还可以挂到地下室，操，卡住了哦，爽啊，疯狂挣扎。好，可以的，稳的。这样还打到那边。看你这个判定就不对啊，到底
我就不懂。我刚才跟鱼女差这么有一个人的身位了，我还是被他撞到，我就不明白。我真的觉得他过年有被优化，我说真的，对吧？你们刚才有看到吧？我还刻意就是想要测试看看，走那个元素，这样子跟他拉开距离的，他没办法切折中，或者是对直直的撞我，他只能就是从我的右后方去撞。哎、欸，我操！哎、欸，我操！就到，我只是在讲话。干！